嗨，老板，很高兴见到你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把你的游戏 ID 发给我，拉一下你，在公屏上个，吗？啊，给你打，我是有点激动哟。激动啥？得病了，小姐，激动，我来了。你是读神吃多了是不是？我拉你了，小姐，我拉你了，小姐啊，来吧，进来了。进来了，可以了。你的声现音在先关一下。是不是开声卡了？怎么，小吗？声音可以大一点，声音有点小啊，声音有点小。好嘞，嗓门大点，不是我怕震住你，知道吧？就刚开始你听我的动静可能是比较文雅，但之后的声音可能就不一样了。哦，这声音这么专业吗，兄弟们？这么耶啊，不是，搞点耶路，房管把这个人给他封一下啊，搞点耶路，把这个人给他封一下啊。咱们直播也只能搞点 green 啊。好的，咋了，小姐？小姐。是啊，就是让你体验一下，让你体验一下不同的温柔。哦，是不是经常点配文？感觉你这种声音就是那种帅帅的，帅帅的，就听你的那种感觉，就是那种经常点配文。哎呀，汪云选英雄了。帅帅的是对的，但是不经常，小姐，第一次玩。啊，第一次。对，第一次。那你遇到我是太巧了。遇到你不巧，我有钱，我想点谁点谁。哎，哦，你这把给我服务好了，你以后就不愁单子了，因为我老板是搞那种，我老板挖矿的，人才市场，我挖矿的小姐，你搞得好，挖什么矿呢？你搞得好，我挖钻石矿的小姐，你要搞得好，以后的话天天点你单，信不信？嗯，我信，老板说什么我都相信，我信。必须的，行，你得好好表现，你得服务好老板啊，服务的好的话给你加个单啥的，行吗？可以的，我的单是不是我一定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物美又价廉。哦，物美又价廉，你15块钱一单是吧？我刚才看了，嗯，对，15块钱一小时，15块钱一单，那可以啊，15块钱一单，15块钱就能点到你这样的声音的小姐姐，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的，还行。那，哎，你说我是挂在你身上好呢？挂在我身上可以，你挂我身上，你挂我身上吧，你挂我身上。好嘞。你挂我身上的话，我来一把那个啥，什么英雄挂我身上比较配合呢？那就来一个强壮一点的。强壮一点的。哦，我卡了，小姐，我卡了。卡了一下，没事没事，重新开，重新开，没关系没关系。啊，行，哎，你得换号了是不是？我换个机啊，我等一波，小姐等一波，我们聊聊天。它显示是5分钟，嗯，好，啊，那我们聊聊天。聊天聊天，嗯，你吃了没有，小姐？这么晚，仙女都不能吃晚饭，你知道吗？仙女晚上都要喝露水，仙女喝露水留到晚上来喝。仙女喝露水啊？啊，你多大了，小姐？啊？嗯，我今年23，明年24。啊，今年23，你24，好的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过年了，我不知道过了到21年，我应该说我是24还是23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几几年的？嗯，我97的。97年的，97年的话，今年的话是23岁，23岁。啊，那是不是过了除夕那天晚上，初一我就是24岁了？你这样算的吗？哦，是的是的。我就分不清，就他们有的时候经常过生日会过两个生日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过两个。小姐姐你有小姐你的礼卡我怎么样才能看到你的礼卡资料呢？啊，我前两天因为照片身材太傲人，官方爸爸限制了我，那啥，我要不单独加你给你发。哦，你身材太傲人，官方给你封了是吧？你搞黄色，啊，小姐姐，来关注你一下了。就关键是，哎，我加你了，哥，你同意一下，我外面给你发。啊，你加我是吧？行行行，你加我一下，我加我一下。我正经人，嗯，我没，啊，没说那些话的。啊，加我一下，加我，加我一下。就传。行行，加我。传的照片可能，同意了吗？我看一下。我看到你。没同意，你同意个锤子你。我叫超人，你加我超人了。嗯，我加你了呀，我加我了吗？你变了，
没有啊，我没收到啊。是我卡了吗？那行吧，你加一下我。我加一下你，我加一下你。你主动点，你主动点，然后我也主动点。行，我加你来。我加你了。加你。哎，听到了。听到咳嗽声没有？声音。可以啊。嗯嗯。好。其实还挺像。嗯，发照片。你的意思就是你的身材非常好，就你的身材很好呗？现在。啊。我就一般，关键是你这。其他的辅助器材用的比较好，你知道吧？就是照片可能穿的太少了，然后就官方爸爸就不喜欢我。太少了，太少的话，嗯，可以的。我先一步一步来，我们先循序渐进，先从后面开始。这么俏皮啊！我靠！知道外表清纯，内心狂野 ，It's me， 就是我。哦。你家好像中了一个老鹰。这是你是吧？嗯。长得。你就这两张穿的够不够厚？长得倒挺清纯。你说你的身材很傲人，被封了，我看不出来。不是你看到就知道了，他不是那种很傲人，就是可能这个风格，说就这张照片把我挂掉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可能。就这张，哦，挂掉，哦，这张照片把你挂掉了，看看，这张照片，你跟谁一起出去的？看来个李卡 APP 是那种纯绿色的一个软件啊，这也能被封啊，小姐，这也太绿色了。我也没干嘛呀，然后他就不让我乱传照片了，然后我就没事的，小姐，咱们私底下的话，咱们没事的啊，小姐，你传给我的话不会被封的啊，没事没事啊。怕影响你手速的，手速啊，特别正能量的一个人。女孩子只会影响我出剑的速度啊，没事的啊。那出剑和手速有什么区别吗？出剑啊，出剑就是击剑，击剑知道吗？哦，我知道剑击。剑击啊，那还好，一样的，其实差不多，还好。哎呀，就这样吧，怎么样？就是可能，可以的，小姐，多高？你多高啊？1.65米。你1.65米啊？65。这么矮，小姐。穿个高跟鞋就是170了，那太高了，现在都找不到男朋友，再高一点就更找不到男朋友了。咋的了？这样都找不到男朋友，不是吧？165不高的呀，现在男孩子都是1.7米以上的呀，相当于。嗯，我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，反正他们都以为我是有对象的，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对象，就特别抓狂。等一下，我接个电话。有人说主播二维码扫不了，来来来，扫一下二维码。咱们赶紧进入888房间啊，赶紧的，行，可以的啊，小姐。你游戏技术怎么样？游戏技术打的厉不厉害？游戏技术，对，看队友，看队友，他厉害，他强我则强，那不行，他弱我则弱，那不可以的啊。那小姐没事，我带你，我带你15一小时，15一小时就因为有点菜是吧？可以的。对啊，就因为有就。实话实说嘛，我之前是接手游单比较多，然后后来因为家庭实在是不景气，接不开锅了。有人说矮子王你路走窄了，谁是矮子王啊？来吧来吧，等下超管来了咋办呢？那行，超管我其实还好，你们下载一下这个 APP， 给这个不点关注好吧，搜索一下888好吧，咱们。下载一下李卡 APP， 超管来了也无所谓，行不行？给大家看一下，我等一下问一下小姐姐有没有那种劲爆的照片，好吧？但是我有一个小要求，大家下载这一下 APP， 这个不过分吧？等一下我们点个视频单，行不行？你是不是突然又去打电话去了？行不行，兄弟们？我12分，我其实一分不想扣的，这样可以吧？等一下我们点个视频单，给兄弟们乐呵乐呵。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白嫖一下。大家白嫖，好吧，可以了。
感觉你今天好忙的样子呀，你平时是做什么的呀？我做啥的？嗯，等一下我接个电话。兄弟们，我是做啥的？有没有好玩的职业说一下？好吧，大家下载一下这个 APP 好吧。咱们第一次点，开门红一定要开得好啊，一定要开得好。大家记得赶紧下载魔教中呢，赶紧下载一下啊，别每次点个小姐姐你们就观看，我靠，让大家这个你们这个又不用关注啥的，你们就下载一下这个 APP， 然后进入这个888号房间啊，888房间啊。你是干啥的呀？你问我干啥的？你是干啥的？哇，我这正说来就话长了。我之前是陪，就是帮人做自媒体的，然后后来、啊、自媒体是干啥的？啥叫自媒体？自媒体是干啥的？就是专门推广微信公众号、哦、微博哦，做这些东西的哦，可以的。然后帮忙去帮人剪辑哦，后期配音、写文本。哦，专门是做这个的。这么厉害。嗯，那你可以了。感觉你电话特别多，一定是那种公务特别繁忙的人。平时比较忙。刚才的话，等一下啊。又想接电话茬啊？啊，不是，我要看一下那个赵鑫哪个皮肤帅。哦，这皮肤帅，我操，这皮肤帅。嗯。小驴人，男孩子玩这个游戏也会看皮肤吗？皮肤啊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皮肤很多的，我这好像有1000多个皮肤，懂吗？我的天呀，1000多个！对，1000多个皮肤，所以说皮肤还行。嗯，我看网上很多人都说女孩子会把任何游戏都玩成那个换装小游戏，换装小游戏就喜欢买衣服买皮肤。你最喜欢英雄联盟哪个女性角色？我喜欢就是那个唱歌的那个辅助叫歌姬，应该是歌姬是吧？长得好看。对，可以的，长得好看。嗯，可以的。你是哪里的？就是因为他长得好看。我家是内蒙的，但是我工作在上海，大部分时间在上海。你在上海是吧？上海好。嗯，上海好。好吗？你的声音可以大一点吗？声音可以大一点。上海好。好，我声音再大一点。我总怕震到你，知道吗？就是怕我说话特别炸麦，然后你会觉得这个陪玩怎么回事？哦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是医生，那个。嗯、哦，你是医生？对对对，其实我是个医生，那种美容医生，美容医生。哦。哦，做整形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做整形的，那你是不是看每一张脸都会拿手比一比，就是怎么做这个会更精致？确实，我感觉你，我刚才看你照片，感觉，你还是需要，还可以更美，我觉得。嗯，我这已经修过了，修过了，你还说还能更美，那我不没治了，没救了。修过了，我是那种做全身美容嘛，就是每个部位都可以美容，懂吗？我真的，我是那种天生脸就很大，就是婴儿肥的那种。就是我们美容院的话，有隆胸、美腿，然后瘦脸、拉双眼皮都有，懂吗？哦，我超想去打一针瘦脸针。瘦脸，我看你那个，我看你那脸不大呀，你打瘦脸针干啥？你是不是 P 图了？那叫美图一键美颜，你现在哪个小姑娘她不稍稍修一修？这扬长避短是不是？我觉得你这照片肯定是 P 的，我觉得你本人肯定不长这样。对对对，那不是，这是你本人吗？经过，但是本人长的是呀。我感觉你好像那照片的网络骗子，感觉可像了。我能接视频单的呀，干嘛是骗子？怎么可能是骗子？你视频单多少钱？我不是那种人好吗？你视频单多少钱？我视频单，下五单游戏单直接送视频单。下五单游戏单呢？哦，对，下五单游戏单送视频单，好的，我了解了，行，这个价格是不是非常合适？我懂了，小姐，嗯，可以的。现在陪玩其实挺多的，
所以说你如果经常发网图的话，发假图，老板肯定能知道，传出去我还怎么接单啊？你那个照片有 P 过吗？那照片啊，肯定 P 过，我诚实一点 ，P 过。P 哪了？哪里 P 了？脸、鼻子、眼睛、额头。但是我觉得，哎呀，你不要问的太详细。哦，但是我觉得咱们其实。其实我第一次体验这个 APP， 要么你，嗯，那我们先打一把游戏吧，小姐。好，一般你一天能接个几单啥的？嗯，我一般一天，因为价格实在是非常合适，几乎是从10点钟开始接，一直能接到晚上。哦，那你很火啊，小姐，你粉丝应该很多吧？这叫薄利多销，没有多少，我也是刚过来。哦，刚来这个平台，这平台怎么样，小姐姐？嗯，那排管是太牛了，我之前在其他的地方，我觉得就是，哦，自以为自己是挺还是可以的，能拿得出手的。你看你这照片，越看越像网图，你看，特别是你这第三张照片，越看越像网图。哪个？真的。哪个上网图？我看看，就那个泳池照片，懂？你都修，你看看那脚丫子都修多大了，我都想给它改小了，但是我不敢动。哦，也是啊，你的脚挺大呀，小姐，多大的脚啊？多大的脚啊，小姐？我其实是36.5号，37的脚。哦，可以的，是一个很，37的脚，老板才42的脚，41的脚，你37的脚。你的脚这么大吗，小姐？这脚大走四方，嗯，不是，脚大走得稳。可以。有点卡。嗯，上海的话，那像你光接这个陪玩的话，那你这个房租都不一定付得起啊。啊？因为有的时候老板会给小费嘛。哦，还有小费啊？多少？这么，老板如果觉得你服务态度特别好，然后可以下两单，然后但是他不给你打哦，就这种当小费了哦。这么还有这种老板，这么好啊？嗯，对呀。行，兄弟们，我看一下怎么白嫖他。我他说拿5单送一个视频单，我看能不能白嫖一下，我来想个办法啊。有这种老板吗？就是那种有吗？当然有啦，有的。你的老板他可能觉得你的服务态度很好，跟你玩得很开心，然后就会偷偷回去给你补两单。哦，那挺好的，小姐。然后有的时候他会突然说你上号，然后我说你让我上号做什么，就会给我补一单。哦，那可以的，小姐。屌。其实做陪玩有很多那种特别能让人感动的事情。哦，感动。经常。对，这个是我的问题吗？啥感动啊？我感觉我的键盘。你遇到什么感动的事情？可以跟我说说看吗？就像我有的时候感冒了嘛，然后就是，然后老板也会很温柔。哦，很温柔，这么真实。对。是呀，我就是我很吃温柔这一套，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就是。应该注重细节。哦，你喜欢那种温柔一点的啊？我喜欢微胖温柔的男孩子。你还喜欢微胖呢？为什么喜欢那种胖胖的？对啊，因为胖胖的有安全感。我就前两个男朋友，啊，我的前两个男朋友就把我给绿了。啊，你怎么天天被绿？所以我只能想找一个能，这，因为太过于温柔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妥协。哦，就你这样的还能被绿啊？那太假了呀！我真的真的会被绿，因为被绿过，所以说我就想着可以呀、啊，还行吧？老板的赵信绑的怎么样？可以。嗯，就这样漂亮的小姐姐还能被绿啊？太假了吧？那个男的应该很帅吧？不帅、啊，你上大学的时候嘛，可能他也是想尝尝鲜，然后我连着被两个人给绿了。我第一任和第二任都把我给绿了。把你给绿了。从此之后，我想了，怎么讲？我之前想的是见一个爱一个，但是后来就可能就出现了一点心理问题，就不敢见一个爱一个了。可以的啊，
确实确实确实有点难受。嗯，对啊，你这也害怕，也会害怕。害怕啥呀？害怕啥？害怕真心会被辜负呀。你说你说我20岁刚出头，我就出师不利，被两个男人先后抛弃。哦，我不太相信呐，小姐。网络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你说的实际话里面有没有七句是真的？嗯，我说的十句话有十句是真的。如果要是有一句说的是假的，老板，我立马长1000个痘痘。长1000个痘痘？那我咋知道呢？1000个痘痘，可能你本来就有1000个痘痘呢，那也不一定的呀。我能下视频单的呀，你可以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凑凑单。凑凑单，我下午单也没有多长时间，是不是？我今天支付宝限额了，小姐，我能明天给你吗？就先欠着。明天下也一样的呀，哥。明天啊，明天下的话，我就今天的话有时间呢，小姐。我都这么便宜了，你还要、你还要我主吗？我这你万一跑了怎么办？哦，你可以加我的微信啥的，我微信不会跑的呀，对吧？嗯。或者加我的 QQ。也。因为我今天的话怎么说呢，买了一件衣服花了我3万块钱，我支付宝限额了现在。哇，3万块钱啊。那你买的是香奶奶还是买的是 GUCCI？ 我男孩子都喜欢 GUCCI 这个牌子。我买的是那种最好的牌子。有人来了。嗯、看到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。我这你他妈的菊花欠筒是不是，小老弟？这个武器大师干啥呀？我开玩笑呢，你小哥哥有那么一丢丢的暴躁，屌不屌？你平时也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屌！你在拿一血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你刚才说要带我那句话说的是真的。我要么这样吧，我平时的话、挺喜欢打游戏，我游戏玩的也挺厉害的。我要么我免费带你上分，这个我就不收你钱了，然后你跟我视频一下。我，那你平时打游戏会有队友什么？就是而且现在赛季出那种上分还挺贵的，平时我也挺喜欢打。那你带我上多少分？我还没打定级赛呢。你还没打定位？这是你的号吗？啊，是我自己的呀。那你太爽了呀！我点你单，你还能上分，我靠！不是嘛？那我还能陪你聊天呢。陪玩一般玩的不都是、聊的不都是这个心情哦？聊天确实啊，也是啊，你这话说的一点、我还能陪伴你，我们是相辅相成的，两个人互利共赢，是不是？有小老弟很跳，你死了你先忙，小老弟看好了别眨眼。我相信这个小鱼人要没了。不行，上不了。来个鱼头喂他吃。小鱼人有点难受呀，啊捅，七级，差点蓝。差点蓝，哟来了，哟怎么说？那我武器大师不见了，这武器，我操，这豹女搁这送，我靠，是谁点的这个？这个。快走！小心啊、小心！这把 我们家的 AD 有点浪，嚣张的很。敢偷小龙？来能来吗？你要过去吗？那肯定要过来。过你能来吗 ？AD 不过，我在路上。来了 ，AD 来了 ，AD 来了，我跟 AD 去。走。能来吗？来了，咱屁股后，屁股后，来，上。我来了，这时的工具是空的，小心点，都上去转你去了，我的天！
能来吗？那我操！可以呀，帅气，快跑！那没办法了呀，你们来来半天，你搁这下路带线，我靠！你不说你来了吗，小姐姐？他、啊，我看他去了，我就在他身上挂着，然后他回头了，我这。你说你来了，你在下路啊？我靠！结果四个人在我这边，我，你错了。错了，你不要生气嘛。我现在生气，我现在很气啊，小姐，我现在很难受啊，我现在游戏体验有点差呀。讲道理啊。别气了，没有蓝这个人也上吗？不气了。还要闪现勾，我靠！我操！这个维恩没有时间，脑溢血，干不出来这活。嗯，哎，这么强！哎呀，我打不死他了！会不玩啊？玩不玩？我没了，玩。我来开瑞，我起飞了，我现在已经无敌。我无敌了，现在我是一个被 AD 浪下去的小猫咪。嗯，我打游戏的时候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人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一二三起飞 A 三二，我的天，可以！我操、哎！不要了，还不回家是吧？行，真用你的，还在浪。就是想给你送点钱，他没有别的意思。他还不回家，这是看你太帅了。他就是看好了，别眨眼啊，别眨，一二。打他牛批，快走！他死不掉！我操，死哥没大吧？死哥可以的。死哥别放大啊！死哥别放大，求你了啊！求你了！我操妈四杠零，这个死哥是带练。这把注意一点，这把不太好打。来一个，这把不太好打，这把的话不是很好打。这把要谨慎一点，因为大神打我去匹配的人都是大神，所以说我要谨慎一点。嗯、你这把你们全炸了呀！打野四杠零 ，AD 三杠零，我好，这把感觉不太好打了呀。感觉我帮你们了，没事，我来帮你们。嗯、好，小姐打完。如果这把带你赢的话，能不能给我发几张那种劲爆的照片那种？但是我怕你，我发完劲爆照片你就输了呀。不是别的，是我太……哎呦我的天呀！你们救命啊！能稳住吗，小姐？稳住啊！这把我来开瑞啊，能稳住吗？眼泪都下来了，眼泪都被打下来了，下路怎么这么多人啊？稳住啊，小姐，稳住呀！好，稳住。二三，二三，二三。哎，你真的是医生吗？我医生，我是那种不是传统的医生。对，我知道，就是我感觉医生都是很温柔的人，就是印象当中的医生都是那种特别特别温柔的。哎，可以。是帅的。这个人有点狠，这个人有点狠。没事没事，我还行，我马上起来了。这一把我出啥呀？这把我不知道出啥呀，这把对面的话我还不缺肉啊，野魔刀，这把出啥呀，这把我操，等一下啊，接个电话，兄弟们，这把出啥呀，这把出什么装备，我操，这个人有点狠啊，我接下来出肉吧，我感觉这把不出肉这把没了，买个这个智慧默认，那再出个隐魔刀，再来一个血手肯定要买啊，隐魔刀加血手和隐魔刀那个冲不冲突啊，兄弟们，冲不冲突啊，可以了，有点狠，
你别拉了，我刚才闭了个麦。我刚才接了个电话，我刚才打了个电话啊，打了个电话。晚上的业务也这么忙吗？没有啊，就是今天不是星期一，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小心点。没事没事，我很。今天是星期一。他杀不死我，我去拿个红。你把视野做一下，你进入我的身体吧，我们俩继续一起来进上我身。行吗？我现在去找你。他们感觉过来搞我了。你说猫咪需要买鞋吗？他们有人说猫咪不需要买鞋，但是有的时候老板经常会跟我说你要买双鞋，不然你跟不上我。不用买鞋，买啥鞋？不用买。对呀、啊，猫咪本来就是个挂件，这买什么鞋呢？你说？哎。这一把太难了，对吧？这一把，你这一把觉得对面就很凶。AD 起来，行。我抓这个，这个人有个秒表。哎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走，没有大的他。走吧走吧，走位。可以可以可以，走。奶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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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哎。我没有奶了，我刚给你。你没奶了。没有奶了。你跟他，你应该给他奶了，小姐。你是老板呀？他也没给我下单，他也没给我掏钱，他让我下去的。那他妈这是人说的话吗，小姐？咱在打他妈咱在打游戏，你要掏啥钱呢，小姐啊？这叫强词夺理，小蝈蝈。嗯，把这个眼掏掉，这个眼好值钱的。我靠，赵信的伤害这么高啊！这赵信，我靠，伤害不得了啊！我溜了。血手和影魔刀冲不冲突啊，小姐？血手和影魔刀啊！我是 VGame 的忠实使用者，他推荐让我出什么我就出什么。啊，冲不冲突啊？我溜了，不应有治疗不放，那死的好啊！我溜了，智慧末日，冲不冲突？我看一下，冲不冲突？我瞅瞅那两个装备，它那个属性，冲突啊！冲突不裂开了吗？冲突，那我就是出了两个，我看一下你出什么了？那不是脑溢血了？冲突，我操！嗯，没事没事，等我攒钱搞掉他。我来了我来了来了来了，减速，头啊，搞他尿尿尿，我好坚挺啊，我操，原来赵信也可以 C 啊，我操他妈赵信也能 C， 这英雄来了，好漂亮，我没有蓝了，我下去一下，我打他一下，来我来我来，没有，我操，赵信也能 C， 我操赵信这么狠呐、啊、太帅了太帅了太帅了，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能带我，这句话屌屌，那是太帅了，帅屌，啊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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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这个英雄伤害这么高，回血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其实我这个王者你信吗，小姐？我信，你这个操作我就能看出来，我是龙修手术医生里面有英雄联盟玩的最好的一个，小姐你是专门做龙胸的？对，我是专门做龙胸，看我还有救吗？你我没看，我其实没看到，小姐我不知道，所以不太清楚，我真的是、嗯、就是咋了，一言难尽，肯定是经常没有找的，好长时间没有交过男朋友了，然后也没有吃过这些滋补的东西、哦、加上先天的这个基因也不是很好、哦、然后我就、哦、那没事，他们都叫我胸肌男，后期的话可以做手术，可以改正的，没事，这倒无所谓的，哦没事没事，那会不会很假，我看看，打完这把你发张照片我看看，我帮你研究一下，好
那我先说啊，这个照片只能你自己看，啊、这个东西不能流出去，好不好？那肯定。我来了，武器大师，人跑了吗？这武器大师跟人上面的事情一点不干的，这武器。他可能是害怕你，他就跑了。哎，在哪？还在。哎，小龙，打了。追不上你，先过去。来，来，过来，走。小龙。走。来我。没有呢，四秒钟哥，三秒两秒，哎呦 我的天呀！这个死哥打了成吨的输出，我操，这死哥！哎呦我的天呀，我下来就没了。我还是不够肉，不能用，我觉得。这我还是不够肉，是死哥，我操，打人这么痛吗？这死哥。鞋的话买啥鞋啊？买个水银鞋，应该可以。我180的魔抗，这死哥打我还这么痛呀？不是吧？要看他多少钱。下线买个破败吸点血啥的，我就无敌了。嗯。你他能不凶吗？你看他身上多少个头了？11个头啊，也是啊。他凶的。也是。盖伦6个头，哦，盖伦很肥啊，我拿个红 buff。红 buff 应该打野应该会让我可以。哎，我要不回去买个戒指。你买戒指干啥？帮你打一下 F6。 可以，进来了个 W。 谁吃这波线谁可能就要死。我在呢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？他们去下了呀，那我直接推塔了，不用管。三个在下，他武器死了，最多武器来呗。武器来了，他们来了，我看到了。上来了，看到了。没事，杀不掉我。好。我去拿个蓝，我非常的肥现在。好，小鱼人11级，你在我身上应该吃了不少经验了，小姐，你在我身上，在你身上吃了不少钱了，就有种那种就是坐拥提款机的感觉。哎，对，你在我身上吃了不少钱。哎、你平时打游戏跟女孩子玩的多吗？我平时打游戏都会点个小姐姐玩一下。一起玩、一起玩才好玩。怎么说？那你觉得怎么说？那你觉得我是那个温柔的人吗？我算不算是那个最温柔的？哎呦，怎么这么多人？怎么一下这么多人？我的队友呢？我操！一下子怎么这么多人呀，小姐姐，我吐了呀！太狠了！谁打我这么痛呀、死哥14个层输了，魔抗整一下，你出个那个钢铁烈阳的军团，钢铁烈阳的圣徒。我先把那个流水法杖做出来，然后就下一个说。漂亮，盖伦是个狠人，盖伦会玩，没事。盖伦，我觉得他特别凶，刚才看他打上的时候就很。盖伦会玩，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啊，我靠。我以为我们俩在跑的时候后面的人已经不追了呢。下一还要做个魔抗，我魔抗还不是特别多。来一个自然之力还是振奋铠甲。交闪行，不交闪不行。注意减速，有减速吗？他死了，够他。你在装什么东西？你在装？你他妈的控制这么多呢？你在装什么？守卫。凶可以的。啊，一、二，别急啊，太好了，别眨眼啊。好。好帅呀！我的天。
帅啥呀帅？你打游戏的时候特别有信心，就是那种感觉就。真的吗？能感觉出来你是。黑的，为什么官方不给你涨价呢？你那15块钱一把，我觉得你不止15块。因为我撸啊撸的单就不是很贵嘛，我刚开始接撸啊撸单。那你还有？之前是主接手游的。哦，手游玩啥手游？王者荣耀，然后王者啊、和平啊什么的。哦，那可以的啊。决定也能打，就是端游都是刚开始接，我们这边啊是就是单数和好评量要攒鸡蛋一块儿，然后才能升级，升级了才能加单价，不是随便加的。虽然平台你看上去，但是，哎呦，错了哥，错了哥，很专业。小逼崽子还追，再追给你治疗一下，来个河蟹吃一下。没有蓝 buff， 谁死了？我们两个能单挑这个大龙啥的吗？能不能单挑大龙？试一试嘛，来吧。试一试。真的吗？来，你不用下来。我要下来吗？你来我就行了，你不用下来。我 A 大龙能长蓝吗？你 A 大龙我应该不行吗？我只有 A 敌人的时候才能长。他们应该没有想到我们在打大龙，哎，想到了，我操！赶紧打！哎呦！没事，走！算了，救我！我的剑身都舍不得使。这是什么龙？风龙还行。大龙拿了啊，还行，赚了，不亏。咱家的队友很漂亮，高级吃兵线，漂亮，哎、可以，有金身。文渊会玩，他没蓝了，这死哥没蓝了，文渊能跑啊？闪现臣妾，我操，跟着战兵是不干。哎呦，漂亮，哎，可以，不用，赚了，不亏了，15点。谁打我怎么投啊？大龙打我2400滴血，这大龙，我操！嗯，龙在帮着对面。来，上来。他们4条龙了，他们现在已经有龙魂了。我拿个蓝。走。还行，不亏啊，感觉赚了。嗯。哎，这个游戏你会经常。就是你有的时候一说不亏，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就是怎么是不亏，怎么是赚？怎么不亏啊？钱多是装备，是钱多是不亏吗？这个你就说找对人了。什么是不亏啊？不亏，来别跑。屌屌，还来是？还来？奶口！我没蓝了，我没蓝了！我记得马上回。好了，奶！你是啥意思？到底？救命啊！没事。可以的，牛！来！我现在没有，我能下去 A 的一下吗？我看我下去就没。后期他们伤害太高了。来一口，太难了，太艰辛了。我操，这个死哥伤害还是有的啊，还能奶吗？凶死了，现在是一点蓝都没有了，需要再等。来，他死了。可以扣得到的吗？应该锤到了。没事。这个金身，回吧。没事，杀不掉，拿一口。我还得再长一点。还得再长。胸小，对不起。可以了啊，是一个狠的。个人技能不大行。可以的，是个狠的。最后一件买个啥呢？最后一件，死亡之舞应该还很屌吧？死亡之舞应该可以。可以，我无敌了，现在我已经无敌了。杀穿他们。原来赵信可以这么猛啊！我没有想到赵信他妈可以这么猛。我靠，我以为赵信是个，刮痧英雄。莽夫英雄啊，莽夫啊。
啊，不掉血，你看真不掉血了。哎，盖伦浪啊，这一波盖伦的话点名批评啊，盖伦为什么要浪？盖伦应该是觉得后期一定能赢了，他就飘起来了。能打吗？我都慌的一逼。我留大了。哎呦，怎么还一个？奶！哎呀，你怎么没奶了？我刚奶完。哎，你的奶量不是特别好，特别充足的，可以。你医院有床位吗？可以给我留一个，我下星期就预定。哎，不对啊，我这个都出这么多魔抗了，为什么他们打我还这么痛呀？奇了怪了啊，真奇怪。这么多人打你，可不是疼。嗯。射墙上一下两下三下一下两下三下，我操，不用这么强。可以。不用起来了。不是我出的这么肉，感觉他们打我还是很痛啊。出贪欲九头蛇不行呢。贪欲九头蛇捡回复鬼书，然后呢就一个鬼书就已经很克我了，没必要出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出个死亡之舞稍微坚挺一下应该会很强。嗯，可以走。你的奶量可以再大一点吗小姐？小姐平时喜欢拍照吗？平时我会经常洗澡的时候会自己照相。哦，你为什么喜欢洗澡的时候照相呢？因为你自己是看不到自己身材什么样的。哦。然后你照完了之后才知道哪里的肉多了，然后就会跟着那些哦健身教练去练一下。哦，你还健身教练？你不能让其他人看是不是？哦，也是啊。一二三。哎，揍他！哎，送上门的人头。就是秒杀你以为啊，来看他，他没有空，这个人很关键的，这个能锤到吗？也差一点。哎呦我的天，他们家什么情况呀，一来就一堆一坨一起。来一个。哎呀，这锤石他妈这么会玩吗？锤石哦，我好痛。锤石太会了呀，这锤石死哥打了我800滴血。子哥打了800滴。我买个那个大铃铛吧，给你加个图。你给我买个那个干锅吧，你会用干锅吗？啊，对，就是那个什么，那个就像铃铛的那个。对对对，就是，你买个干锅啥的。哇操，这一波抢到就好了，他妈没抢到，我被控死了。对，我这个英雄挺怕控的，他们一直控难受的一逼。哎，对面好阴呀，总是在莫名其妙的时候，突然一群人在。2000块钱，我操，差200块，等我两百块起飞了。来，他妈打到了，在家里等，不拼不努力，家里等经济，等吧。哎，你不等吗？我不等呢，我差200块。哎呦我操，大龙也没了，完蛋了。盖伦17级，对面这个上单他妈的也17级了，他啥时候17级了？这个死哥18级，我才16级，死哥18级。你就可以想到这个死哥有多肥了。这个死哥是太肥了，而且还特别疼。他不但肥还疼。我溜了。啊，走。没事没事，他杀不掉。咱们稍微等他们 buff， 稍微我们觉得这个塔其实可以让一下。我们等一等。啊，这塔让了吗？刚敲完龙。让了吧。好。让了吧。这个他们有双龙感觉让了好一点，不然打输了就一波了呀。哎，你好有思想。你在医院里边是不是也是那种就是主任级别的那种大夫？我主治医生。可以让了吧。哎，你头脑灵敏。哎呦我的天呀，你看，哎呦，我都说打的是让了吗？是不是？他妈非打，我操，这你妈怎么打？哎，我都说让了。你真的是，他妈了。他们都好凶呀！这是我的段位应该有的技术吗？那尽力了，我这把赵信捅的已经捅的很厉害了，没办法。
是真的很厉害了，真的很厉害，看着你就觉得你是我可以努力的方向和目标。我就说吧，让了吧，我就说吧，那行吧，那先发几张浸泡的照片，让我乐呵乐呵，可以吧？嗯，